玩开心吗？开心啊。玩开心就好。 妈明天要出院了，啊！你要是暂时不想见她的话，明天我跟丁姐就接她就可以了。还有公司那边，你要是想休息的话，你随时告诉我。我为什么要需要休息啊？不用。小陈，你没必要这样硬撑着。<笑>我没有才硬撑啊。 我是真的不需要休息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的工作。你看，我因为结婚，因为孩子，我耽误太多时间了。我知道你在逃避什么，但逃避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明天你就别去公司了，这是命令。 休息，芳姐，吃饭喽。 芳姐，程太太其实挺可怜的，毕竟是自己的孩子，血浓于水啊。 老婆，您上楼去看看他呗。你们是亲生母女，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呀？啊？如果我当初坚持不让他来伤害，就不会有这事儿，他也不会认识什么。 肇事司机没找着，小小的孩子也没了，我这是做的什么事儿啊？孩子没了也好，那是沈家的孩子，没了干净，没了省心。 你听到了什么？听到了海浪的声音。你自己试一下。 你可以试着把眼睛闭上，用心去感受。
不行，最近太忙了，发生了好多事情。你精神压力没有得到缓解，反而更加的严重。陆医生，麻烦你再给我多开点安眠药。我说过了，这治标不治本，只会让你更加焦虑。 那我该怎么办？其实有段时间你已经好转了，为什么现在又恶化了？凤姐，饭菜和药都在桌上了。 你一会儿记得吃啊，程先生。丁姐，怎么了，丁姐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？程先生，我觉得方姐最近状态不太好。 基本上都不怎么吃饭，更别说药了。要不然，您跟程太太说一声，让她下楼去看看呗。辛苦你了，丁姐。没事，下班吧。哎，小陈。 我该电梯前碰见丁姐了。这什么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本来也是因为。 孩子才假结婚呢，现在孩子没了，我也不能一直拖累你啊。你的生活本来好好的，结果因为我的出现变得乱七八糟，所以我们离婚吧。你爸妈那边。 我就没脸去说了，就当我给你留下的最后一个麻烦，好吗？我已经在上面签完字了，只要你签了字儿，就生效了。我没打算离婚。 戏该结束了，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你为什么觉得你在拖累我？如果直到今天，你还认为我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在配合你演戏的话，那你就错了。你还记得我在湖边跟你说过什么吗？ 我之前受到了一次很大的心理创伤，我已经觉得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也看过心理医生，我也一度靠工作来麻痹自己。但在我遇到你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。所以。 你对我一直是出自于同情，就像你当年对Cindy那样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你给了我家的感觉。
是一个真正的妻子啊。我觉得是不是真正的妻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这段婚姻里面，我感受到了家的感觉。你跟你妈都给我这样的感觉，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试。我无法尽到妻子该尽的义务啊。一切决定权都在于你。如果你还想离婚的话，我会认真考虑。但现在你妈状态不是很稳定，如果我们离婚的话，可能会有不好的后果。希望你再考虑一下。再不起来，饭都要凉了。来吧。你怎么不叫醒我啊？我叫了你两声，看你没动静，我就不敢再叫了，怕你又起床气。哦，我一会儿下去看看我妈。那我陪你一块儿去。程先生，程先生，程太太，啊，我刚才下楼去叫芳姐吃早饭。结果他把自己反锁在门里，我怎么叫他都不答应。你不会出事吧？我下去看看，我下去看看。
你吓死我了！你干嘛呀？你是不是很恨我？我为什么要恨你啊？妈，小陈很爱你的，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你坐下。老天爷为什么这么对我们？我们这一家三口做了什么孽呀？还不是好好的吗？我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你得好好的，行不行？嗯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也别让我太担心你呀。好起来的，啊！妈，这我早上刚熬的馄饨，有点烫，去拿三个碗去。来，还有一碗。小陈，中午一起吃饭呀！旁边有家新开餐厅，味道还不错。哦，我得先把这个洗完。程总好。程总好。程总好。吃饭了。陈总好。哎。好好好。乔总。乔总。在这儿吃。
放那边吧。等一下啊。过来吧。过来。这个是吃饭吗？不然呢？这顿饭啊，是你妈特意为你做的，多吃一点。其实也是她专门为你做的。我妈那天对你说的重话，他应该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。我觉得他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对你挺认可的。你能容忍他的脾气，也能容忍他那些行为，甚至你还能容忍我肚子里的孩子。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你什么都不用做啊，你只要坦然地接受他对你的好意就行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坦然接受我的好意啊？我不配接受啊。晚上我和魏彤还有新辉约了去蓝月聚一聚，你不用等我回家了。好，来。还在我这儿喝闷酒吗 ？Trouble 哪个 Trouble？ Trouble 已经出国了。赵宇环告诉我的。宋文基哭得跟狗一样，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了。该重新开始的重新开始呗。你们说什么呀？
您好，我想找一下赵宇欢。赵总监已经一周都没有来了。哦，谢谢。没事。雨神，未来3到5年内最想实现的梦想是什么呢？3到5年，我赵宇环不止未来3到5年，我一辈子都要做一个职业赛车手。我要给那些不懂赛车、瞧不起赛车的人看一看，只要喜欢，就要喜欢一辈子。我赵宇环做，就要做到最好。我一直以为你做事情只是3分钟的热度，没想到你早就有坚持一辈子的事情。整天做梦，职业，知道职业两个字怎么写吗？在我们这儿，他连业余联赛都玩不转。哎，人雨神家里有钱，投资了俱乐部，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你管得着吗？雨神，我看是衰神吧，垃圾俱乐部的平均分都不够丢人的。哎呦喂，那上次你激人参加比赛干什么？我就是故意想看他在赛道上出丑。你开得很好吗？你想看吗？想看。我还想和你比。啊？这你的谁呀？雨神的妞。哎，不错。小嫂子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就跟他比。我管他是谁啊！你要不敢和我比，那才是真的丢人。我怕吓到你，我会心疼的。我就是让你疼啊。好啊，跟你玩一把。你们什么规矩？没规矩，但我要是赢了，你就跟我吧。哇！
你说的没规矩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愿赌服输。我要你给赵雨环道歉，轻声细语，低声下气。怎么，输不起啊？疼吧？我看着都心疼。哎，告诉赵玉环，他的车是我撞坏的，让他来找我。ZT， 我的车谁干的？可来了啊！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问你谁干的呢？听我跟你解释，不知道我车是我老婆吗？我知道，谁敢动赵玉环老婆？你告诉我，你老婆，陪我去看看。你老婆，我告诉你，你老婆，你老婆把你老婆撞成这样，你说什么呢？好啊，跟你玩一把。你们赛车什么规矩？没规矩，但我要是赢了，就跟我吧。我看着都心疼。所以说吧，这事跟我没关系啊，这都是你跟你老婆之间的事。叔叔，我还有一个视频想给您看一下。这是环环。开这么快，酷！哇，我要给那些不懂赛车、瞧不起赛车的人看一看，只要喜欢。就要喜欢一辈子，我赵雨环做就要做到最好。嗯，哎呦，傻儿子。您儿子。哦，我的傻儿子呀。喂，怎么是你啊？魏同学手机在我手里呢，你打他电话。为什么我不能接？你们在哪儿呢？在公司。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赵福军，你别碰他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你听见没有？他叫我全名。咱别跟他计较了。叔叔，赵雨环并不是一个没有理想、没有长性的人。赵福军，哟，赵总监，我告诉你啊，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问他们分手的。咱们俩不是已经分手？上次那顶多算吵架，不能算分手。
哎，说的还挺情真意切的。我问你，现在让你在赛车跟魏同学之间选择一下，只能选择一个，你选谁？无论是赛车还是魏同，都是我要坚持做一辈子的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说什么我都不会让步的。既然你说坚持，坚持一辈子，那就做出点成绩来给我看看。我给你三年的时间。第一，赛车给我拿个冠军；第二，把魏彤给我娶回家。如果这两样有一样失败了，你就算输，回到公司来上班，跟你耿叔叔的女儿成亲，行不行？愣着干什么？谢谢爸爸。抱我爱你。哎，这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长这么大了，抱什么抱？别动，抱一会儿，抱一会儿。爱什么爱？爱可爱了。哎，我也爱你，我的儿子，臭小子。哎，你的魏童可走了啊！阿米尔，冲啊！哦。山脚下住着我心爱的姑娘，当我和她分别后，魏童，喂，你找我？你不走了？我去买棒棒糖。过来。咱俩一码归一码。之前算不算是你骗我？对不起。对不起就完了。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？那不应该吧，我还有很多面呢，英俊帅气的，风流倜傥的，文质彬彬的，都在你面前展示过。只有傻。等会儿，你让我死个明白。除了宿舍爬楼，还有相亲那次，还有哪次是你设计好的？酒吧拉肚子是不是也是你干的？那是你自己要喝的。哼，真是吗？还有呢？还有，我故意暗示 ZT 给你看我赛车的视频。我知道你今天会去俱乐部，所以我来找你爸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真没有了？真的没有。